老公进去就得性，这一刻真想一刀两断。我老公有点类似冷暴力，不动头不动手，可是他就是不讲话。要在一起一辈子却那么安静，就好像也怪怪的。老公是讲话讲太多就很机车，他会看着我的身材说，你最近伙食蛮好的嘛，好像摔跤选手哦，为你孕育后代然后变成这个样子，离婚协议书我们赶快签。明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